一家十二人盖城堡，戏亲情。今天我们看板人物的主人盖了这座雪云城堡，就是要一圆手足亲情最后住在一起的心愿。三姐弟十二个人的家，我们是从小就是想以后长大的时候住在一起。我妈她是传统的人，她就是会告诉我们说，自己不亲，该别跟什么人亲啦，吼啊，怕好了才亲兄弟。TVBS 看板人物，每周日56台。